上个礼拜直播怎么找不到？没有，因为上礼拜休息啊。休息的时候 ，FB 会说啊，上礼拜改玩 G mode 的。特殊密钥，可提升的等级上限为伙伴中的最高级别。OK。どうしました？不会啊，很棒啊。お疲れ様です。有那么难吗？不会啊，这个服装很棒啊，尽量穿，好不好？尽量穿。这露水我觉得留也是一样，留到之后吧。之后如果有等低的就可以使用。有人说，有人以为他是只能练到106啦，而不是，就是看你队伍里面的最高等级的人。比方说，如果我们李岩是200等。那其他人是105，就那个露水就是可以让大家练到200等，就是手游的那种概念啊，手游都是这样。那其他的就老样子先留吧，过往是全部都塞给黎恩啊，我们就可以再看看。现在先每个聊聊。对啊，每一上场的角色也可以升等。可是这以轨迹一直以来都还好，就是你没上场的角色之后上场，那个怪跟怪物的等级有很大的落差，他获得的经验值也会很高，就会很快的追上来。太完美了，嗯，真棒啊，亚修。ま、気楽に行こうぜ。話してみろや。嗯，完美，帅啊，亚秀。这样看他整个舒畅，网球拍都来了。いいですか？室内网球场。嗯，そうだな。这样，米莉亚姆一定是许愿各种的美食啊。吃起来。ここなら釣れそうだな。跟等上来，剑技毫无犹豫，为了与哥哥并肩作战，对不对？毫无犹豫。嗯、三个都是有阴影的，都有年长的一方。俺に言おうか。あ、にぎ。磨练啊！哎呀，打牌啦！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不要另一个就好。感谢，感谢。一拿马上说来 PK，
出现了新的主要任务。缘分呐、啊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哇，现在变得这么的专业，直接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我猜应该就刚好二十张吧，有没有更多啊？应该没有吧？222，哎，好像有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你给我预设什么卡，我就用什么卡、啊，互怕互，对不对？虐爆他们，拿更多卡。哎、欸，我按错了啊！その少しいい？你不用看教学，我谁啊我？哎，好像还是有教学，没事。ではゲームスタートね。你不要碰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火的，嗯，好的。好啦好啦，话很多。封锁流套牌。哎呀。虽然可以让他攻击加更多，但是他血不高啊，我觉得还是加我们精灵族吧。然后呢，封锁他我就不会扣这一滴血，但是感觉也还好。直接换赚了。直接上，护哈护，然后再补个过，砰砰哭啊！打牌都没事啊，打牌轻轻松松啊。哎、欸，他封锁我啊！没水准，一排造成两点。我哭啊！燃烧起来啦！就这样吧。哇，我觉得他就是打算持续封锁我到世界末日的。有够没水准。灭杀！
先打你第一哈，没关系。然后等下企鹅封锁他，全军一起揍爆他，看你怎么跟我打。再封啊，再封啊，你再封啊，来啊！告诉你啊，我才要真的封啦！射爆他！揍爆他！双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二十三，也不一定呢，他要补血。无耻！再一回合，再一回合，因为我要无耻封锁流。啊，我也会呀、啊！要封锁嘛，大家一起来啊！呼哈呼，锁嘛，锁我。让你锁我，我刚气了，其实不封锁直接打也是赢的，没注意到攻击够了，奇怪，我刚刚算不够啊！啊，气儿锁我气儿，没事啊，因为你已经死了，拓普斯。远距离的鱼，他现在每个卡片有没有都有精美的图呢？真是把心全部都用在这里，很用心。哦，两个精灵组。全部卡片攻击力加一，或持续封锁。要比的话，我觉得持续封锁真的比较强啦。我们就先继续这样吧。然后呢，有没有换啥卡？这张达拉我还好哎，达拉下去啊，多换这个我觉得也不错。这只啊，这只要放爆啊！我超喜欢这只啊，利亚贝，还可以再放哦，这么猛！魔晶石也可以，完全防御不需要啊！魔晶石，冲冲冲冲冲！好卡，暂且先不用。啊，这样试试看。それではゲームを始めましょう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有很多小游戏啊。小游戏时间没有魔晶石哭啊。